没关系，你如果实在不行就那个我来翻译好了。能等等吗？你可以，我给你啊。OK。再简单了哈，唔使唔使好复杂嘅，咁样就大台就得啦。系，尽量唔好睇波得啦。系，咁样就得。两场活动咧，最主要咧系以敬仰母亲身心健康为主题，我哋亦都有母亲美食厨神大赛，以及有特别嘅母亲节舞蹈表演嘅。多谢大家。是温馨五月母亲节普天同庆的活动，是展开为母亲节所有的母亲。今次的活动特色就是我们以敬爱母亲、健养身心为主题，里面的内容是教母亲如何去调理的身心，以及一些的穴位，是一个的公开一些的秘密的，咁所以是非常之特别。以及我们有母亲美食大赛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舞蹈呢，是特别是设计为今次表演，在五月七号是第一次公开表演，欢迎大家的来参加。多谢。您贵姓？姓名和那个 title。我是大会司仪，名系袁毅，谢谢。大会司仪。大会。那您是说这个，那您是那个义工，对，你们说那个义工团队的身份，对，就是 title， 就是你在那个干事咯，干事啊，啊干事。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。这个主办方就是我们爱纽约。